我家里流传两张唱片，那这张唱片叫《绣花歌广东民歌》，当中也收录了1950年代也算是月光光最初的那个版本的录音。我是马来西亚的第三代华人张吉安，我本身的祖籍是广东开平。我这辈子没有见过我爷爷，他的一些故事，他的一些背景都是从我的婆婆，也就是我奶奶那边听到的。我们80年代小学的时候，在学校是不能够说方言，学校只允许我们说华语，也就是普通话。只要你犯规，你就会被罚款，所以致使我们当时候对于方言都有一种恐惧感。在那一段成长经历里面，我慢慢的跟这些乡音越来越远。后来在2005年，家里的老人家相继的离开，就慢慢形成了我对于语言，尤其是对家里的乡音，有一种很深切的一种遗憾，包括我当年没有真正的把他们给记录下来。所以在2005年，我就开始做乡音采集的工作。当时我也加入了国家广播电台，去当主持人，就走到民间去采集不同老人家的口述，就有机会在节目里面去诉说关于马来西亚乡音的故事，包括他们分享的一些童谣。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族群，闽南、广府、客家、海南、潮州等七大籍贯在这里随处可见。吉隆坡磁场街，华人的老社区，更是马来西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条老街。这里最多的就是广府人，粤语盛行。今天在吉隆坡这里聚集很多慧感的长辈，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分享我们个别心目中非常重要的童谣，印象深刻的。爱古街，爱古大，啊月光光照地堂，哈女你乖乖瞓落床，但之后唔记得啦，因为佢都瞓着咗啦，都。很多时候我跟一些老人家在聊天的时候，话题都是从童年记忆开始聊起，因为毕竟童年记忆是每一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它是最温柔也是最深刻记忆的，所以每一个人长大以后其实很多时候都被现实生活的压迫所牵绊，我们已经忘了最单纯的自己，所以往往聊童年聊童谣是最能够让一个人放下身段，然后回到最初的自己去寻找一些记忆。那么比如说我们最基本的可能跟广府人聊起的话呢，就会从他们的月光光的童谣的记忆。只要你是广府人，你肯定有听过月光光这首歌，因为毕竟在我们最初可能睡在摇篮里的时候，我们的爷爷、我们的奶奶甚至我们的妈妈都会唱起这首月光光，哪怕是前面的月光光就得头，可能就这简单的几句，它就编成了一首长期在陪伴我们入睡的一个口传的歌谣。当然，从中你会发觉到，这种情感的脉络是来自于，它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维系，尤其是母性的一种对孩子的一种关爱，都是从童谣开始的。作者张吉安带领您看。后来就觉得这歌谣它不光只是老人家的记忆，我觉得它是属于马来西亚华人本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所以我开始就想要把这些歌谣变成文字，开始在网络上去录制一些视频，然后跟年轻的朋友来分享。马来西亚的新时代的华人已经来到第四代、第五代了，他们觉得在学校讲华语，在外头讲英语或者讲马来语就足够了，但是对于自己本身自身的这个祖籍的语言就慢慢的没有机会去接触。我是一名广东山水人，我奶奶告诉我的我是广东山水人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模糊，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广东山水是什么，我还以为是那个就是来自山里面的人。因为以前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爷爷奶奶，他们是中国南来的时候，他们下南洋，
当他们思念家乡的时候呢，月亮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看到月亮仿佛就会看到家乡的那一轮明月。所以自古以来，月亮代表思念跟乡愁，无论是在广府话里面也有，客家话里面也有，潮州人也有月光光。如果你要了解自己的籍贯的话呢，一般上这些比较属于传统的墓碑，你们的籍贯就写在这里。这时候我们需要给他们传达一种所谓的籍贯的一种知识跟常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告诉他们，籍贯的语言不光只是在生活里面运用，它也包括我们的身份的一种认同。以前讲方言是被罚款的，现在你会发觉到学校开始去鼓励学生去认识自己的籍贯，像这样的情况在30多年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时代改变了，大家反而在这个时候意识到一种文化遗失的一种危机感。这些新世代的孩子，他们并不是没有兴趣，他们其实是没有管道去接触，我们必须要让它变得更加的普及。所以近这几年来，我就比较积极的到校园去做巡回的演讲。OK， 雨刚刚就没到。身为一个广东人，我哋应该要去认识自己的背景，所以是几好重要。没有这些乡音，就没有我们的祖籍脉络；没有这些祖籍脉络，就没有我们。广州，国际化大都市，全球广府文化的中心。日新月异的今天，95后、00后新生一代对自己的家乡、广府文化的了解日趋淡薄。传统童谣，他们还记得多少呢？就小学学的歌嘛，就那种什么外婆的澎湖湾呀什么的。啊，对对对对。啊，有有有。还有什么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啊，对对对。我在广州生活了18年，会讲一点粤语。我听过《雨光光》和《老一代水整街》和《埋雷击》。雨光光。就地台，这就是我听过的所有的。鲤鱼，鲤鱼，依度系半溪噶，半溪好有好有古典味噶。你睇下，佢有一个以前嘅嗰啲啊西关嗰啲窗口啊。喺半溪摆酒吗？系啊，嗰阵时候喺半溪。呢個是我哋結婚嘅時候喺影相，誒喺昆明小相館係啦，嗰陣時候就好最有名㗎啦。呢張係西關婚禮風情嘅代表作。我叫宮廷，是趣字文化的創始人。文化我們在做，但是怎麼樣做的讓它更新穎一點，讓年輕人去接受，並且他主動去傳播。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就是我们出版了一本书，那本书呢，它就是以一种很漫画的形式去说一些文化的东西。小时候广州这本书是涵盖了四代人的广州，源于呢，就是我想把小时候的广州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广州，把它蔓延出去。最后呢，我就选取了一条线，这条线就从我爷爷奶奶的广州到我儿子的小时候，这四代人的小时候的广州的生活场景，把它融入在一本书里面。我们小时候在这里的生活，我能够很柔和地把这个自己的生活能够融入在这个画面去展示出来，它会存在了很多的人情味在里面。同埋呢啲都系全新噶嘛？呢啲二手噶。哦。工坊咧就
而家就好少人聽啦，都係用電腦啊、啲電子啊、U 盤啊咁樣。以前初中啊，成日聽啊，有依個係播音員依個功放，所以有啲嘢都係要喺依度先至可以再揾得翻。以前就咁啊，膠袋碟噶，幾錢張啊？5蚊啊？哦，以前又係5蚊。从小就在西关这边长大，西关给我的印象是安静，有时候累了就会回去逛一下那些老房子，看一下老街道，然后又看一下街坊，喝个茶，你会觉得你会找到一种平静。可能每个人对童年都会有一种向往，有时候你自己哼着哼着一些童谣，你又会觉得心情又舒坦多了。童谣过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回忆，是一个集体的回忆。人到中年嘛，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啊，当你静下来的时候，反而就是那几曲童谣会让你再重获了这种动力。落雨大这个呢，就从小就唱到大了，落雨大水怎解啊，也包括现在我儿子也是经常会唱。在南方经常会下大雨，广州还经常有水怎，其实还蛮开心的，一落大雨就出来，然后会唱这首歌。所以为什么这个童谣能一直能传下来，其实它跟生活是有关系，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就是生活的一种缩影，这也是我们所有画面的来源了。嗱，依個係30年代嘅河邊嘅艇仔，到依個係80年代嘅，依個都係30年代，即係每個年代嘅依個艇仔都係。我們的團隊呢，基本上都是90後，然後我跟我合夥人呢就是80後。在創作一些畫面的時候呢，例如說小時候廣州那個，因為他們90後沒有經歷過那種生活。然后反而呢，有时候90後的那种小时候的生活呢，我又没有经历过。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就从90跟80的一个这样的触碰，哎，我们再扩展上去，70跟90的触碰，或者80跟00的触碰，那其实是触碰了很多东西出来。很多时候，我们的教育更多的关注在未来，但其实，在我的眼里。首先是在过去，再是未来。如果一个小朋友他不去了解这个土地以前究竟是怎么样的，他对这个土地没有归属感，那么他讲未来其实都是很虚的。就好像在日本啊，他们从出生的教育就已经融入在血液里面，就是很注重自己的那种文化的输出。我觉得这一点在我们这个年代还是蛮需要去关注到。我们团队就很自信的说，就一直会以这个方向为首要继续做下去。和广东同根同源的香港汇聚全球人才，谈及传统的广东童谣，他们又记得多少呢？氹氹轉菊花園，炒米餅糯米糍，阿媽帶我睇龍船，我唔睇睇雞仔。雞仔大，捉去賣，賣得幾多錢？賣得100錢。什麼小白兔白又白，那種兩隻耳朵豎起來，就是從小就是我媽會給我唱的一些。落雨大，水浸雞呢一句咯，其他唔知啊。即月光光啊，照地堂啊，連山猛摘冰浪。冰浪香啊，就豬姜，豬姜甜，我都唔識啊，整整下我都唔識啊。比較少唱呢啲啦，聽英文多咯，佢哋。我哋中國人啊嘛，英文又要學，樣樣文都學，國語又要學。點解你廣東唔學啊？點解？問咩原因？你係廣東人啊嘛，你係本地人啊嘛。我係偉賢，我係一位民間音樂嘅工作者。咁我主力研究嘅咧就係廣東童謠。我接觸廣東童謠咧，其實喺1976年開始嘅。咁我由於受到一篇文章，一位盧青雲博士嘅文化研究者咧，佢寫咗一篇文章係關於廣東童謠。咁佢話中國嘅廣東童謠咧，係自古以來冇乜人去發掘佢，亦都好少人將佢化為做音樂去做教材。
於是我睇完呢篇文章嘅時候咧，就好大感觸。咁就突然間諗話，呢個使命係我嚟可以去做咧。我正式搜集咧就1976年五月開始到啦。咁我記得我嗰陣時咧就仲喺香港大學做呢個旁聽生。咁我就因為喺圖書館工作之便利咧，我搜集得兩本啫。一本就是廣東兒歌夾集，一本是講美洲的歌謠，加埋有大有300多首，但是講兒童遊戲其他童謠就一啲都冇嘅。咁我就走咗好多間學校的小朋友，就揾咗大約有100多首兒童的口令。我就後來咧就將啲兒童口令就都編曬歌嘅，好似何家小雞何家差啊、氹氹轉啊，或者黑白配啊，咁好多我都一共編咗差唔多都有成70-80首兒童口令的歌曲。呢啲歌都是在民間傳唱度相當高嘅。真怪大大又有趣，你望望公園裏，有400隻雞雞咕咕咕，是何家你不知道。何家公雞何家差，何家小雞何家差，何家公雞何家差，何家母雞咕咕咕。由當時點解寫呢首歌咧？咁我有一次去做代課啊，咁我嗰時就喺羅富國師範學院啦，咁就讀緊做老師啦嚇，就見到班小朋友喺操場度玩緊一個遊戲，就叫何家何家何家差，何家小雞何家差，何家公雞何家差，佢玩得好快啊，簡直我追佢唔到，於是我話叫佢教我。被譽為香港兒歌之父的韋然，憑着一份對童謠兒歌化的熱忱，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已经原创和改编了600多首儿歌。当时翻版盛行，这些歌很快流传到东南亚、澳洲甚至美洲等华侨生活之地。在中国的南方，何家小鸡、何家猜、蛋蛋转、喜白白等更成为80后、90后成长的记忆。叶惠康，香港儿童合唱团之父，著名女指挥家叶咏诗的父亲，当年在搜集广东童谣上，曾经给了韦然不少建议。对传统的民谣，他这样说道：“我乡下咧，广州啊，我哋从细咧都听到啲民谣，咁咧嗰啲阿婆啊。”我話就愛唱啊，愛孤乖啊，又月光光啊啲咁嘅嘢咧，喺嗰度呢啲人咧，咁啊抱住細蚊仔，要佢瞓覺，咁愛孤乖，愛嚟姑姑仔啊，去教後街咁，呢啲咧係好令人哋有個記憶。多數作曲家就話淨係用人嘅民歌，呢啲咁嘅民謠咧，係對一個人生長遠嚟講係好有影響力嘅。2010年，适逢广州亚运会，凭着《小明上广州》这首诉说广州新发展、粤港一家亲的儿歌，韦然和他的好搭档儿科医生李佳仁一脉爆红全香港。上广州搭高铁乐悠悠，飞驰越秀晒，卡亲广州密度有。香港的年青人多啲翻國內睇，又因為你講係冇用嘅，你尤其聽睇呢個啲有啲傳媒嘅報導，根本都係偏頗咗嘅。你要上去見下內地係嘅發展係點樣樣，內地有咩同香港唔同？你發覺你應該係點樣去融入祖國，去認識祖國，咁所以有咁多嘅旅遊歌。如果一個國家佢冇佢本土嘅兒歌，佢長大嘅時候咧，佢對國家係冇感情嘅。喺資源各方面咧，我諗香港政府我諗支持咧比較少啲咯。可能大部分嘅音樂觀咧都係喺英政府裏邊成長，佢係受嘅係殖民地教育，
對國家的觀念不是那麼重，甚至上對廣東的情懷都不是那麼重，所以他們可能傾向是喜歡聽日本歌曲啊，聽英文歌曲啊，即係等於我細個嘅時候咧，我都係聽呢啲長大。咁直到當我接觸翻呢啲廣東情懷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啊，原來呢啲真係寶嚟嘅。普羅百姓佢哋嘅經驗，然後填入歌詞度，細路仔更加需要啦，因為佢好細個，佢嘅認知、佢嘅理解、生活經驗全部都好有限。咁我哋教學上面固之然，我哋有個課程，我哋必須要包含嘅。我只好想做一個理論上做一個終結。最近咧，翻咗去香港大學讀一個博士學位，咁就係研究呢個童謠，係希望再做到一個承先啟後的導向啦。睇下可唔可以做多啲成績俾大家將來日後參考。最近，就粤语童谣的学术探讨上，一位教授带着他的学生来到肇庆做田野调查。歌谣的分类有很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原生态的歌谣呢，它往往是佚名的，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最初的作者是谁，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对象分出童谣和民歌。我叫胡新泉，是丰开人。现在呢，在暨南大学主要从事呢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还有教学工作。我在大学的时候对家乡的这个方言跟文化比较感兴趣了啊，也尝试也做过一些调查，因为暨大的一个方言学基础比较好，所以呢，在研究生阶段呢，我们就考到了暨大。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丰开方言，那到了博士就到了北大中文系。继续从事这个方言学的研究，旁及这个两广交界地区的汉语方言。我整个的这个成长历程呢，应该说分开或者说农村呢，这个生活经历对我以后的这个学习、工作还有研究影响是很大的，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它。广宁，一个粤西山区的贫困县，却也是中国十大竹乡之一。这里一首叫《老表哥》的童谣家喻户晓。陈英华，广宁音乐协会的会长，几年前放弃深圳的优厚待遇，回到家乡做起了歌谣文化。一次偶然，他为老表哥谱曲，让儿子陈子贤去唱，发到当地网络上，竟迅速走红。子贤也成为学校师生眼中的老表哥。就是因为这首歌非常的好玩嘛，就引起了那些学生的笑，多唱一些，发扬自己的本土文化。我想成为一个作词人，还有一位歌手。我想写一些更多的童谣，让一些小朋友也可以唱，唱起来特别快乐开心。滑稽的歌词，生动的旋律，如此朗朗上口的童谣吸引了侯兴泉团队的注意。那音乐一出来，他可能听到嘣这个音，哎，这个音他觉得很可爱，刚好配上这个摔跤啊，或者说吵架的这个场景的话，哎，这画面感就很强，也有这个戏剧的冲突在里。进田去扁通道，咁啊，嗰个扁通道系咩地方？还有就是，他踢的到底是老公还是踢他的这包饼干？
按照你的理解的话，你觉得他是踢什么东西？踢人来说，我觉得是踢老公，踢老公，对，那你就太，你就太狠了，踢老公，我觉得他是踢饼，踢饼，踢饼比较符合那个生活场景。为了搜集到更多最地道的广宁童谣，侯兴全又找来了一些老人家。在他看来，这是对他们儿时记忆的一次唤醒。月光光照地浪，年山晚摘槟榔，槟榔香嫁姨娘，姨娘打扮梦娘。这些老人家呢，就是说，因为他们长时间没有使用童谣了，你突然问他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不容易调查得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一个场景，就是让几个老人家在一块聊天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童谣，比如说丁丁个拉内，就点点脚上面的泥，实际上呢就是几个小朋友在一块就是玩那个点脚趾游戏的时候唱了一首童谣。像那个荣阿姨，她是80多岁了，当我们一引导的时候，那些老人家哎，你一句我一句，通过他们的这个聊天也复原起来。鸡公仔美弯弯，入片掘菜挖掘葱。封开县，上世纪60年代由封川、开建两县合并，自秦汉以来就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早期粤语孕育和发展的重要地区。期待已久的学生们，这次终于来到了老师的家乡做调查。哎，李生，我们广宁还有封开呢，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老粤语片区啊，就根据我自己的一个初步的了解呢，有两首童谣，是流传非常广的，一首呢是锯木童谣，第二首呢就是鸡公仔童谣，就是以鸡公仔开头的童谣。从我们语言研究来说呢，特别的有研究的价值。这个地方保留了非常多这个中古还有上古时期的一些发音特点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古吴清纯音，就是在粤语当中读佛的那些字。这个其实在古代它是读不破的，像鸡公仔的这个童谣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芙蓉，广州话也芙蓉都变成了佛了，但是呢在封开这个童谣里头它还是读不的，比如说补蓉，所以它这个古音呢就保留的非常的好。鸡公仔尾蓬松，入片掘菜乜掘葱，葱豆留得爆镜人，葱米留得结芙蓉，结整芙蓉仔把线，飞顿大匹蚊种。因为这个从这个祭祀到日常的餐饮都离不开它，所以以这个鸡公仔做一个常见的家禽呢，做一个童谣的起心呢，所以它就很容易让小朋友喜欢啊。捏了切树鸡木树木树多加大梳加杯深山鸡木咯。这首童谣呢叫锯木童谣，是当地话叫鸡木。那前面那个叫拟声词捏了，那是一个拟声词，就是模拟那个锯木的那个声音。切锯就是扯锯，鸡木锯就是这个锯这个木头。木举豆就一锯木，那个木头就会倒嘛，那就嘎百兽就嫁大嫂，那嫁给嫁到哪呢？嫁到深山，就是我们你看周围这个深山，那个专门从事那个木工的叫借木佬，给嘎贝三山盖木楼。所以这首童谣呢，就是在我们西江的中上游地区，就是老粤语地区，非常流行。那么从我们这个文献记载，二言体一定是最古老的童谣形式。最早的一首童谣叫旦歌，对吧？就是断竹续竹飞土竹肉，记录的是这个狩猎，就是在
远古时期狩猎时代那个一个生活的情景。几天前，侯兴权的发小侯海彪听说他要回乡，今天特意从外地赶了回来。那我们从小就在这里玩泥沙呀，做各种农活啊，这个就这么一路过来的。小时候也从来没想过要继续读书，所以都是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那个时候读大学，好像我应该也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啊。这是我的生活的地方，是我起步的地方，现在看起来也是我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心点啊。这可能也是一种宿命吧。我们生活那个年代呢，物质不是很富裕，但是呢，整天可以玩呢，这个玩伴很多，玩耍的过程肯定少不了童谣。比如说那个锯木童谣，现在看起来那个小朋友是玩耍，我们那个时候是工作呀。我们六七岁就开始煮饭呐，帮忙大人干活了，所以那个场景我们是很熟悉的。哼个小歌吧，那个就是小时候父母长辈教的那个童谣，自然就上来。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地方文化的研究者，地方方言是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方言以及方言承载的口传文化，比如说童谣、歌谣这些呢，它是这我们地方文化的魂，也是我们的根吧。一旦这个地方语言没有了，文化的根就没有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它，另外才是慢慢的去研究推广和传播。第三个这块，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把我们祖辈的优秀的文化代代的传承下去，也让更多外地的人了解我们这个地方。素有千岛之国别称的印尼，世界第四人口大国，这里竟然有超过2000万华人，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南方。今天在棉兰市，一场岭南童谣表演别开生面地展开了。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关慧敏，我是印尼棉兰亚洲国际友好学院华文系大学二年级本科生，土生土长的印尼华裔，我也是来自中国广东开平，我并不是很了解，希望有机会可以寻找我的根，也是很想了解那里我爷爷以前住的地方是怎么样的，也是还蛮期待。广东童谣我有听过《月光光》，很好听，但是我个人不会广东话，不会粤语。中国梦对我来说就是回到我的祖籍国，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到中国留学，到中国发展，所以汉语桥这个比赛也是让我迈出了这个第一步。我希望我一直要学习，继续学好汉语，能够真正了解更多的中华文化，还有岭南文化，继续把它发扬光大，在我们的印度尼西亚这里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和关慧敏一起上中文课的还有很多印尼土生族裔，亚旗人欧阳黛莎就是其中一位。2004年在亚旗有一个灾难，
海啸，有了很多中国人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家。在那边我看到了很多汉字，从那一天开始我开始喜欢汉语，中国的电影也是中国的音乐我都很喜欢。我最喜欢的中国电影就是成龙。亚旗人完全不知道汉语，因为我们是90%是穆斯林人。我打算毕业的时候我要回亚旗，让他们了解汉语，了解中国文化。我的最大的梦想就是建一所华语学校。在这所被誉为小型联合国的香港中学里，声源汇聚了全球超过40个国家，除了英语，普通话和粤语都是通用语。咁我哋亦都喺我哋學校亦都唔少咧，爸爸或者媽媽其中一方咧，可能係華人，咁佢哋可能喺屋企都用廣東話或者普通話，咁所以呢類嘅學生咧係好，我哋覺得佢嗰個優勢仲大，因為佢使用英語嘅能力好強，但係佢亦都可以用到流利嘅中文與唔同嘅人士溝通。我就叫白亞善啦，我依家讀緊中三嘅，我依家14歲，我就係中印混血啦，媽咪係香港人嚟嘅，之後爹哋就係印度客家人。我由細到大都講開廣東話嘅，我普通話就大概小學嗰陣開始啦，所以當初就會覺得啊比較難喎，但係其實到到依家嚟講咧，我兩個都幾易。月光光就我細個即係瞓唔著嗰陣咧，媽咪就會講下嘅，咁樣就唱下嘅，咁就同埋我瞓覺咁樣啦。至於氹氹轉咧，就媽咪都唱過，但係就呢首冇乜記憶。我個人會比較對粵劇比較有興趣多啲，因為細個媽咪有帶過我去嗰啲戲棚度睇嘅。你肯定我哋係同一代。Did you go like this as well? Yeah. Great piece of mind. She's a fire, she's a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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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Chris. I'm now in this school's middle five students. I've learned Guangdong話 6 years, then I've learned Putong話 4 years. My mother is Thai人, my father is English人. I really like English dramas, I learned these courses because探索嗰啲人類嘅情感，我好中意中國文化，例如茶藝，令我和大自然結咗。因為我哋學校咧都不少嘅學生咧，佢嚟香港讀書係因為佢屋企人嘅工作關係，佢可能爸爸媽媽咧公司派到佢哋嚟香港，但係佢講到明係嚟香港3年嘅啫，因為公司有佢哋制度，3年後佢要調翻走，可能去翻歐洲啊、美洲嘅國家去繼續工作，咁佢哋就唔會再有機會喺華人社會學校讀書噶啦，咁佢哋可能對中文嗰個相對要去掌握個程度，又未必需要同我哋好似喺香港本地土生土長嘅外國人有咁深嘅喎。咁但係學校仍然都會把握一個機會，讓佢哋去學習同埋學懂我哋中國文化。最近，香港大學的羅嘉怡教授就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上，在這所中學做了些調查。咁我哋訪問咗3個學生，一個咧就係韓國嘅學生，佢令到我個印象好深刻嘅。佢嘅父母係喺屋企講韓文嘅，佢其實韓文都好流利，但係佢覺得佢成長嘅背景係喺中國，喺香港，所以佢一路覺得佢自己嘅根咧應該喺中國。咁你會見到原來一個語言嘅環境，那個細路仔成長嘅經驗咧，其實係會咁樣影響佢自己。睇佢嗰個語言身份嘅嗰個認同，大灣區呢一個機遇咧，我覺得就係讓我哋嘅年輕人咧，真係
去翻我哋嘅祖國，由自己最熟悉、最近嘅我哋自己根嗰度去開始，然後有自己嘅根，你先至識得去認識人哋嘅文化噶嘛。童年那快樂沒有牽掛，赤腳躺在。我係音樂人陳輝權。平時主要都係從事音樂創作啦，自己亦都有唱歌，以粵語歌為主。無愁無淚，讓一再臉。上世紀末，紅遍整個華語地區的國內第一首電子舞曲《Everyday》，就是出自陳輝權之手。近年来，讲好广府文化成为了他创作的重心。因为我是在顺德，在珠三角就土生土长，对这个地方我就非常之热爱。细个就听粤曲，听粤语讲古，都觉得它很有魅力，非常之好听。所以就对这个母语我是亦都非常之喜欢。我就想希望在音乐上面能够多做一些东西，去傳揚我哋嘅呢啲本地嘅文化。粵語歌咧，即係佢唔係我嘅全部，但係佢一定係我嘅招牌菜。咁我就一路都堅持做。2019年3月，一本叫《粵韻宋詞》的青少年讀物在廣州召開了新書發布會。陳輝權携太太和女兒來到了現場。今日我哋都非常榮幸咁邀請到呢本粵韻唐詩嘅作者之一陳輝權老師咧，幫春曉係譜作曲喎。由於粵語較接近唐朝的古音，更符合詩歌的平仄，念起來更有韻味。兩年前，《粵韻宋詞》的姐妹篇《粵韻唐詩》，也是國內第一本使用粵語朗誦的國學讀本問世了。作为主创的陈辉权为此还曾经病倒。我哋而家讲紧粤语同唐诗、宋词系咁有密切嘅关系嘅，咁从呢个切入，咁然后咧，我亦都除咗我用自己原创音乐配乐嘅粤语朗诵，攞咗呢本书咧，你扫二维码就可以听到我朗诵啦。咁然后咧，我仲要自己嚟画，因为我以前毕竟系读画画出身嘅。咁然後咧就為呢36首詩去配畫，咁當時我記得好攰，喺兩年前完成咗之後咧，我真係病咗啦，即係為呢件事其實犧牲好大。沒人會想到，台上演唱自如的女孩陳韻蓉，在3年前卻連一點粵語都說不出口。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谁言寸草心？读好啲。报得三春晖，报得三春晖。唔系心，三。我太太咧就唔系广东人，随住我女女嘅成长，平时都系讲普通话比较多。而家粤语识听嘅，但系佢唔肯讲，佢总惊俾人笑。平时的时候呢，都是不讲粤语的，然后平时就是讲普通话。其實很多新廣州人的小朋友都是面臨這個問題，是沒有空間給他們講粵語。那我為什麼不可以不如通過音樂的方式，就是說通過這些童謠，這種比較有趣、比較接地氣，也都是會用自己母語演唱的這樣的一種音樂形式，去傳遞我們的本土文化、傳統文化。這些小朋友很多都是寓教於樂啊嘛，咁通過一首歌仔，其實佢可以學到好多嘢。知道嗎？試啦。望月懷遠，張九齡。海上生明月。就這樣，陳輝權開始為唐詩宋詞譜曲。
很快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景直喜相思，要推进吗？要推进吗？嘿，哇，哎呀，哎呀，幸福幸福幸福。你好你好你好。然後我們用歡快的音樂形式去唱出來的話，小朋友一下子就很有共鳴，而且家長都很有共鳴。去年也被越秀區小工委看啱了這幾首作品，包括古詩詞、游子吟、食荔枝，就立刻推廣到去各大小學裡面。然後很短時間就傳唱得很廣泛，還有小朋友也拿它來做操、比賽，看得出他們真的由心裡面 去喜歡。我记得好像是这是苏轼写的这一首诗，然后曲是陈辉全编的。因为我很崇拜他，我还找他要了签名，我还是带头的，因为我们唱的歌就是他写的呀。我认为唱童谣就是传唱我们广府文化的经典。老发好三哈塞西村，老家园期待三一啖荔枝，三打火。幾十年裏面，我哋極少屬於我哋自己本土有地方特色嘅粵語童謠，都係希望除咗影響自己嘅女女，亦都影響廣大嘅小朋友，能夠多唱一啲粵語童謠。傳統嘅童謠，即係經過咁多年仍然保存得到落嚟，就係因為佢承載住中國嘅文化。一些價值觀，一些信念，在我們文化保育上面，也是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間一個連結，還有一些共同美好的回憶。而新編的兒歌呢，它有另外一些價值，譬如它可以貼近現在社會上面的一些主題啦，或者一些關注的事項啦，也都是更加切合現在社會的一些變化，或者是一些價值觀等等，兩者其實不可或缺。当下中国社会瞬息万变，人们对过去文化的遗忘也在不自觉地加速。岭南童谣伴随着过往代代人的成长，岁月流转，今天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哼着他那童年唱过